这个儿子嘛，有点小小的问题。小问题？是多小的问题？他有不举的问题。丽文是正经女孩，而且我还怀疑她是处女呢。他们结婚的话，我会把我们的传家之宝送给他。传家之宝，天外之星。我帮你接了一个 case。我不干。喂，我警告你啊，这场戏我才是导演，我叫你做什么你才做什么，有没有听到？喂喂，有十几个小孩子叫你妈咪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加入我的大家庭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他？不干你的事。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查理，你在说什么啊你？你他妈的装着一副公子哥的样子，他露底了，你知道？绳之以法，有没有看过照片中的人？警察先生啊，我们是没见过他。警察走了。什么？谢谢。拿过来看看。所有男人都绝望，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出卖你。